心中的谋算在乎人，舌头的应对由于耶和华。人一切所行的，在自己眼中看为清洁，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。你所做的，要交托耶和华；你所谋的， 就必成立耶和华所造的，各适其用；就是恶人，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凡心里骄傲的，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虽然联手，他必不免受罚。因怜悯诚实。 罪孽得赎，敬畏耶和华的，远离恶事。人所行的，若蒙耶和华喜悦，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。多有财力，行事不易，不如少有财力，行事公义。 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箴言第十六章一到九节。